字大小不同，对于这个毛笔的质笔也不同。来，你像我这种情况下啊，哎，出钩啊，让它小一点。咱这行笔速度啊，让它适当的变慢一点。来，叔叔们，你看啊，就是目前为止，我这个写完了这个字当中的细节，包有的时候说老弟，你这纸用的是生宣还是什么宣？你说大哥，我这纸是生宣吗？来，你再看看这个纸张，就是每一个行笔过程当中的这种迟墨，包括泡沫感觉，我加了那么多水，生宣用光面还是用粗面？其实说。